刚刚突然想到，他空投到我那个机车点位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主矿两只妈妈，三四矿一只妈妈全部拉过去守就好了。那原因是他会在那边鲁桥那么久，是因为你前面后虫剩掉。哦，前面后虫都死光了。哇，那你要打很偷的时候，后虫是你防守人类推过来七分钟推过来那一波的时候是很重要的东西。你后虫在那边送掉，等一下七分钟那一波推过来。基本上压力很大，没什么帮助，对吧？压力很大。他就像这样子，医疗艇到处在，你根本拿他没办法。因为七分钟的时候你刺身已经不够多，你很偷的时候你一定看没出来啊，对吧？那个时间一定没有，一定有鱼只有两三只啊。对啊。因为刚刚辉哥也提到我的虫害变慢，主要是前面的四只妈妈，三只还四只都跑掉了。打人类虫害超重要的，你有铺虫胎等于他要。一次就要花300、300、300这样去清，变相的是你从他有扑到他动不动就16只陆战队的概念，哇，一个扫描16只陆战队。你假如前面你假如是一个真的很不会控狗去咬死神的，我真的建议你可以打17，可以什么？怎样？可以打17滴啊。17D 就是一个，人家不侦查你就赚，对啊，他侦查了你也不亏啊，因为然后又可以防那个野兵营，对啊，他侦查其实你也不亏啊，就是你假如因为你王虫像这张地图嘛，飞中间他侦查你就会看到他的农民出来，那你就出两条狗就好了，你就出两条狗，然后把他农民逼退之后，然后他只要没有看到你的狗在哪，他的死神还是整在一条。哦，我懂你意思了。你看像这种，像他，你在网上有看到他公没有来侦查，你就按两条，甚至有人更机车，他一条都不按。哦，就是完全让他想说我前面有六条狗。不一定是六条啊，反正就是一定，就是感觉就是有狗到他家，那这时候他死神还是不会出来。这一只是你的那个20人口的那一只农民下来，你就要直接射三空，你才会来得及过去。像这种时候爆钱，你就可以二矿，可以再多一只扣钱，反正你钱也花不掉。和敌人交战了，该提高手速啦！你有新的后虫啦，让我看看你的本事。
地遭到攻击。部队遭到攻击，非常非常严重的攻击。逐电完成，真有创意。金矿没了，看来要打到后期了。他们是要再加一啊、喔？是啊。这边过得最近有变冷吗？这边还是很，这边超热的。哦。我还我睡觉还是要稍微吹一下冷气。南部真的是不开玩笑。我那时候九月初在台北的时候就已经不用开，就已经不用吹冷气了。知道吗？爆钱最好的方法就是不按几只后手。打完再讲吧，等你打完。好、啊。等下控制台先改一下吧。哦，对啊，我也忘了改。你有新的后尘吗？让我看看你的本事。哒哒哒哒哒。敌人在攻击重滩流。
策略不错哦。你的部队遭到攻击，敌人在攻击城墙，严重的攻击，你的虫太大不合适。然后这里没有。金矿耗尽了。噔噔噔噔噔噔噔，你的部队遭到攻击，非常非常严重的攻击。哇，劈笑了！哇，劈笑了！真的是劈笑了，看起来不太行了。我完全是，我是只有看你的视野哦，我就觉得那个看起来就是不太能冲的感觉。是谁给你的勇气？爱。啊，这个就合理合理。金矿没了，看来。矿场采光了，希望你有开副矿。
敌人交战了，手级的突变手速啦！你的部队遭到攻击，高能瓦斯有非常严重的攻击。虫族进化了，阿萨！金矿耗尽了，我们的部队遭到攻击。在里面三三金矿耗尽了，你的部队遭受攻击。欢乐颂哎，欢乐颂冒号谁找我？看来是该叫欢乐颂了。基地遭到攻击，你的部队遭到攻击，非常非常严重的攻击。敌人在攻击。这人类怎么越看越像一个4800的人类啊？之前发有一个人类，他打虫族就是像这样，然后后面就给你归大，然后突然一个扫描，他就扫你的龙塔跟二本在哪，跟那个科技建筑在哪，然后就直接顺过去，顺便把它全部打。对啊，这个4800看起来应该是韩国人吧，没有很强，但是就打法很特别，跟他打一次你就会记住他。他这个跟出云刀进去砍人家 VR 不一样意思吗？对啊。尤其是这种大后期啊，冲出200满人口，你第一时间看到大河，你按不出兵来、啊，然后就他就瞬间顺到你家，你这边全都是打不太赢他的东西，对吧、啊？你这边都是雷兽啊、狗跟刺蛇，根本打不赢。
那我前面到底怎么回事？你随便就包起来，然后瓦斯开晚开。不是。你知道，通常二本好的时候，虫子至少理论上啊，至少应该会有四瓦。嗯。可是你刚二本好很久，还是都只有二，都只有两个瓦斯，所以你就一直包起来。然后我刚刚说，你这种一开的人类，大概七分钟会推一波过来，就你七分钟之前你都还在刷你。你完全没有爆兵，那他那一波过来，你四矿送掉，就你那些多出的能力也没什么用。前面几场是不太敢刷，这场是刷太多，然后还有瓦斯开太慢了，刷太一直刷就对了。你的瓦斯开太慢了，你那个瓦斯，你不觉得你二本一好，你什么都不能按吗？所以我二本按下去的时候，我就直接开到四，差不多就准备差不多要开到四瓦，四分之一血量的时候吧。是吗？对啊，我想一下，四分之一还是剩四分之一？应该是四分之一的时候，四分之一的时候，差不多那个时间，至少要开到四瓦。嗯，因为你二本一好，你刚刚只有两百瓦，你双生攻防好之后，二本按下去，然后你没有瓦斯，毒爆虫草滚数也不能按，然后你的一攻一防好之后，你也没办法按二攻，对啊。而且我刚刚，等，我先改一下那个，会跟那个怎么改？你去控制台先找滑鼠，先找滑鼠设定，然后把它的连点把它调到最右边。我是调成最右边再往左一格，那你可以考虑把它点到最右边。好，